因为摩西先讲，人行迄个对律法的字的，要对伊来话，若是对神的字，是亲像安尼讲，立过一心来讲，脊椎要上天啊，就是要带基督落来；，啊是脊椎要落深深渊啊，就是要带基督对世人亮起来。伊到底讲啥物啊？是讲言语是滚伫你，是伫你的嘴，伫你的心。就是阮所传这个神的言语，第九节，就是你若用嘴真耶稣做主，用心信上帝，予伊对世人讲起来，就会得着伊。因为人用心信，祈祷得着伊；用嘴真祈祷得着伊。圣经讲，伊若信靠伊的人不得见效，因为犹太、希利尼拢无分别。上一个主是正常的主，款待拢总求伊的人极其富足，因为既然求叫主的名的人要得着救。第十四节，总是因要所要未信的，歹特未求叫伊；所未听见的，歹特未信伊。若无人传，歹特未听见；若毋是奉差，歹特未传。照所记载讲，传这好事的福音的，因的脚步虽到怎样，总是因毋是拢总顺探福音。因为以赛亚讲，主啊，我所传的有真侪信啊，啊，你信是出伫听，听是对基督的言语。第十八节，佛对我讲，因敢袂捌听见吗？有啦。伊个声音传到遍天下，伊个言语到地极。若是我讲，伊说个人敢袂知嘛？起头摩西讲，我要用是做百姓个来激恁个愤志，用戆个百姓来激恁个生气。第二十一、二十三，伊撒也佫呾讲，袂捌找我个，我予因拄着；袂捌请问我个，我对因显明。若是轮到以色列，伊就讲：我通日伸手，顺服顺从，甲变故的百姓，这是上帝。